本节目由放肆去美丽美妆 CS 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首席合作伙伴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我是小样，我就这样。本节目由非一般的感觉特步运动时尚独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美图拍照手机美图 M6 自拍大明星联合赞助播出。精彩精彩呀、啊、好好看的表演。这是什么？思思，你知道吗？一年一度的琅琊榜段子手大赛又拉开帷幕了。哦，这一次宝宝也想参加呢、啊、咋了？恶心。嗯，说你恶心。说你啊，我恶心啊！你们好让我伤心。你瞅瞅你，一没有美貌，二没有苏苏的才华，你来干啥？但是他们都说本公主肥而不腻呢。好了，你们俩也别争了。这样吧，我出道题考考你们俩。好呀好呀，如果谁能回答对，谁就去参加这个琅琊榜。好主意。听好了。 Question one. Oh my god. 请问投资跟投机的区别。 Please answer it. 我知道，他就是投机。错、啊、正确答案是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好吧，高手们要过招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好呀，不一样的偶像。今天我们请来了网络上非常红的段子手，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我是他们的粉丝。哎，请出我们七位段子手。耶，哇，这样吧，请大家就坐，我们一对一对的介绍。好，可不可以？好，来，请大家入座。我想先认识全蛋。哎呀，这么说那对了，我们六六六队的，来来来，全蛋。因为我看过他非常多的视频，是不是很红？我是富土康三号流水线的张全蛋，英文名叫 Michael Jack， 法文名叫 Holiday Jacky。这段时间，大家都说我成绩了。我看起来像是一个 silent boy 吗？女的下巴一定要尖，乳沟一定要深，粉底一定要打到你妈都不认得。没有男网红这种说法，只有网红和娘炮网红。这些段子都是说你事先备好的，还是有人有整个的创作团队还是什么的呢？我们确实是会有一个团队，然后我也在团队里面参与创作的、嗯、就是你想到有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对对、啊、我平时也会看一些视频，或者走在外边，或者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好的段子、嗯、或者自己临时想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用手机记下来。可以说你的真名吗？还是说你们网红就是网络达人只能用自己的网络的名字？没关系，但是我怕我一说出真名就有一种突破了次元壁的感觉。那就别说了。如果不说的话，我会感觉我混了互联网好几年还没人知道我是谁。那你的真名叫做赖宇恒。
赖雨虹。哦，好正常的名字哦。觉得他最有意思的是经常夹杂一些那些英文的，很像我，好笑吧？但是我就觉得真的其实也是洋气的。我们让全蛋蛋蛋呢，今天就是秀一段英文，我们给他一个命题，就是你如果可以把你富土康生产的手机卖给维维，你配合他演出一下。S iPhone 1999 the phone very good very good， 嗯，印度口音出来。10,000 do you want here？Too expensive, cheap, cheap to me. That's very true. This 手机 is really贵。那你想要多少？咱俩是现在可以说中文了吗？为什么要装印度人？ I wanna buy, I'm on my time. How much? 是到我这里买一点羊肉串吧。谢谢你，丹丹。下一个是谁嘞？我建议那个芳芳。方方队来一个嘛，好，那我从妆容上来选，好不好？随便。阿瓜上。大家好，男四你们的好朋友舒斌，前两个月男在微信漂流瓶上认识了个男的，今天约我出来，刚见面他就说要出去买包烟，这都4个小时了他还没回来，大家说他抽的是什么烟啊，这么难买。这身打扮我也是没看懂的，哎，这身打扮好高哦，你看他的腿有多长，腿就这么长，你看他带的工具，这特别像我平时练习的环儿，就是因为我是只鹦鹉嘛。我好爱你哦，你终于自己承认了自己是只鹦鹉。是不是经常有个环儿？九元回来了，恭喜发财。好了，来，首先问候一下我们的那个网友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瓜，怪人阿瓜，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男子，他有个超级棒的才艺。导演，你说开始，我们就开始，一定要精彩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怪人有多怪啊！哎呦，你撞我干什么？撞我干嘛？你给我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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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道歉！你是不是我叫人来打你啊？我叫十个人打你！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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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事！我再打你！打你！打你！你要干什么？谢谢下一个可爱吗？请谁？下一个我要请一个我们队里非常可爱的李雨禾，模仿各种女明星的嘴型，杨幂。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 has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金星。冷却一点点，原版在这儿呢。完美。欢迎雨禾先生。虽然是雨禾，但是他标牌上写的先生，所以这个梗是因为我是女汉子呀。上这个节目之前有没有就是做做功课，你能模仿那么多嘴唇，肯定会让你上台来用嘴唇来模仿一下我们主持人的特点，对吧？来一个吧。哎，有一点像哎！哇，你们好适合！你要把你的人中这里掐起来才像，因为它人中掐人。千年的一回，我无悔。真够恶心的！一个男的亲女的，怎么恶心了？真的恶心！你真的是，你别来这一套，来我来。耶，雨禾，欢迎。下一个谁来派？下一个我来派。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今天为什么会来，后来我问了一下导演，说是阿瓜带来的这个女孩，但是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她。我们有请杨姐刘婉露。一盆的花是我的造型， I feeling good， 我就是花，无论被谁叫醒。Ooh, baby, yeah.
大家以为刚才他是那种假，就是搞笑的嘛，装的。他真的，他在那个节目里面的表现，他真的就认认真真唱歌，就是像，所以才叫杨姐这个，他真的像一只羊在叫。所以你们俩要不要合作一曲范晓萱的歌？Merry Christmas to you. Yeah. 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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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你我的缘分。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单等。你真的唱歌就这样的是吗？真的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唱不好吧。好 ，OK， 那就别唱了啊，答应我，乖，杨姐回去放羊去。哎呦，那个挠心啊！下一个要请出我们的大队长武大哥。他特别有个绝招，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变成什么样，但是他有三招马上变回小学生。真的吗？是吗？跟你教我们一下。可以啊，教大家三招变回小学生。好，第一招是腮红。腮红。天哪，口红这么多啊！你化妆的样子好像个落寞的贵妇人啊。哎，你越画越像孔连硕。一招就已经成功变僵尸了。第二招，口红，口红来了。最重要的一点，画龙点睛的一笔，我知道，眉心痣，小龙人儿。欢迎收看不一样的偶像。第一个节目来，我们第一个节目是胸口碎大石，有请方嘉译。我呀，方嘉译是石头。哦，谁的胸口来一下？哦 no！ 谢谢大队长，谢谢。接下来看宝宝很方队，你们要派谁了？我跟你说，这一次我为大家请来了，是我重庆的老乡，号称重庆撒千妹，他来了，有请重庆张武曼。白子皇，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伤他一分，我便屠你满门；你若敢为天下人损他一毫，我便杀尽天下人。好像和马可一模一样。今天听说还有才能，就是模仿赵四儿跟宋小宝。我跟你说，刘能，今天这也就是跟你们家大院。来斗舞，干舞。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这我嘉哥要打你。大哥，上，快点，替天行道。非常棒，谢谢。最后是谁的？苏黎丽。对，是谁的人啊？我的呀，对的。好，掌声欢迎瑞士的著名城市苏黎世。欢迎黎丽。哎，整个城市了。哎呦我的妈呀！丧怎么丧？别说了，跟你这段时间虽然很幸福，但是天堂的路太美，吃痛了我的心。你都没哪的、啊、
我是东北辽宁的。哪儿？辽宁哪儿的？鞍山的。啊，我去过，我也鞍山的，老乡。恭喜你们相会在苏黎世，这么国际化的大都市。哎呀妈呀，那太好了，他表现太优秀了。好了，谢谢苏黎黎，我们要开始比赛了，好吧？掌声再次感谢他们，谢谢他们来到我们。谢谢七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比拼。比拼了。今天呢，我就不出题了。哦。我请了一位大明星，让我们掌声欢迎印小天。哇！天哪！掌声欢迎小天。欢迎谢谢大家。大家好，很高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发现小天瘦了很多，又帅了，又帅了很多。因为有段时间他去大咖秀的时候，可能是那段时间营养比较好，然后他居然 crazy 的扮一些这 J Lo 那种贴身衣的那种。而且还有扮那个杨丽萍。对。哇！就是因为杨丽萍的时候呢，维嘉老师说了，说你这个孔雀舞呢，感觉上来是一个大鸵鸟的感觉，太壮了，所以从这之后我就瘦了，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为这个。现在网络传统媒体大家都不容易，对，比如说像这些网络红人啊，都会努力的学习一些才艺，拍成一些小视频，是，就是吸引更多的粉丝。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请出小天来出题呢？是因为我们要重现他曾经演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的。我好喜欢那部电视剧。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小天是小鲜肉的时候的片段。哇，现在已经是老腊肉了。哎，你说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来着？算了，我要了你也舍不得给，还是以后再说吧。你太拿那东西当回事儿了。我要了你再不给我，这不是臊吗？还是算了吧。什么时候你自己愿意了，我不要你都会给我的。你想要吗？你要，我就给你。台词就这么赤裸裸了，这么乌溜溜的，到底要什么？这些台词呢，我今天看好很经典，都是海燕老师啊，他很用心去写的。当时好像就是，我知道他有一个男朋友，就是刘烨扮演那个龙小雨，然后呢，他特别爱他，对，进去了，进去了，判了死刑，让我救他出来。他明明知道于娜演的这个角色是不爱他的，所以他只是说喝了一点点酒，有一点动情，所以于娜也敢那个时候喝了点酒，把这种嘱托想说出来，算是一种小小的交易，对吧？好了，这一段我们要请我们今天段子手改编一下。天哪，他们来改编这一段，好不好？分为两组，好期待，好期待，热身一下进行比拼。好，到时候小天他就是裁判，好，然后会把这个票投给谁？好，马上进入我们的不一样剧场。你说你生日礼物想要什么来着？算了，我想要的你也舍不得给，还是等以后再说吧。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该不会说是我包你那颗珍珠吧？谁会想要那种东西啊？别说是一颗小珍珠，就算是一个大钻石我也没有兴趣。那你想要什么？你也太拿那些东西当回事了吧。你干嘛凶我？我只是想送你个生日礼物罢了。对不起。对不起，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哎，张全蛋，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哎，这谁的口红印啊？你告诉我哪个狐狸精的？你告诉我。怎么会这样？这衣服我明明昨晚洗过的。你以为你洗得掉吗？你以为这口红你洗得掉吗？张全蛋，我告诉你，这款口红。不一样的口红，不一样的贴纸。哇，好棒哦！前面还原度非常高，对，有一些
欲走还留，对，欲拒还休，欲盖弥彰的感觉。后面呢却非常好的达到了我们的命题，就是要植入我们的广告， 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小天，你觉得他们这一段表演怎么样？我觉得呀，我都看进去了，这男孩演的比我还好，节奏感把握的也不错。那这位男演员的脸型呢？很立体嘛，是不是？啊，哎，我们的立体是前后，他的是左右。说明我不是网红，网红脸才是这样的。好，第二组我们派出谁？呱呱，呱呱和那个苏黎世，呱呱、李李是好朋友。奶说奶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来着？算了，说了你也舍不得给。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你想要奶奶那个大珍珠？你说你是不是又出去赌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大人啊，谁想要你那个大珍珠了？别说是一颗小小的珍珠，就是那一颗钻石，我也没放在眼里，知道不？那你想要啥礼物呀？哎，你把那玩意儿看得太重了，我说了你也不能给，那不臊我吗？还有点脸吗？等你什么时候想给我的时候，我不要你也给我，啥也不说了，我先下地干活去了啊。你想要吗？你想要吗？那给你。还是纯凯，他好我也好。天哪，哎，哪个男的？他是男生啊，那是女生啊，那媳妇儿。我以为他们演的是一对妯娌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非常棒，非常棒，而且都演的挺传神的。很好，小天，我看到他一直在笑。你们的那个想象力也非常好，能把那些形体的动作结合到这里面来，光我笑，观众都会心的乐了。男孩，你是不是学过跳舞吧？对，一看就看出来，包括你站姿那感觉。他有个绝活，你给小天老师表演一个。啊、哦，你小天，小天老师，你好啊，是舒服的感觉吗？是很冷静吗？因为小天哥也是学舞蹈的，你可以吗？你试试看。曾经可以，现在。你试一下嘛。谢谢谢谢。那我们小天有个非常关键的决定胜负的一个权利，因为他会把多一个的50个赞加到一边。但此时此刻我们还是看看观众朋友在这一轮的表现当中好不好，他们更喜欢谁。现在点赞开始，一定要支持宝宝好方队啊，张璇战队啊。好了，32-22。好，接下来听听小天老师愿意把这个笑脸、这个赞、给我这个 like 给我 like 哪一对？我觉得呢，从这个观众的这个评选上，我觉得也是很透彻，是吧？毫不犹豫，我要把这个我的票送给新吉所。我是失踪罪蜘蛛探案组成员华龙，那为了一些探案呢，我们经常要到各地去侦查一些线索。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场景是一个浴池，接下来我可能会和十几个壮汉去对峙，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我要把这个我的票送给你们这组啊。50个他的喜欢的点的心是一个赞，只要加一个赞就可以了。你们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没有啊，我们这一组还蛮想翻个白眼的呀、啊，我们一起翻个白眼给小丁哥哥好不好？三二一，你们是要翻盘，不是要翻白眼，我不是要没有素质啊，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妈妈，所以现在的比分是34-22，所以你们还是有翻盘的机会，不要翻白眼，加油，好不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偶像，我们的节目是由放肆去美丽美妆 CS 独家冠名播出，点击屏幕下方店铺或在淘宝直接搜索放肆去美丽，就可以直接购买到 CS 的美妆产品。本节目首席合作伙伴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我是小样，我就这样好喝不一样。本节目由非一般的感觉特步运动时尚独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一口营养动起美味早康枸杞果冻美图拍照手机美图 M6自拍大明星以及专业的苹果手机上门维修服务乐乐哒联合赞助播出。我们要特别感谢本期百万红包是由滴滴接到家门口，美国月球都能走的滴滴出行独家提供。这个环节名字叫做超严肃搞笑大赛，一组呢是非常严肃的要忍住不 笑，因为他们嘴巴里面含了就是要到期的奶，这些奶不能浪费嘛，所以我们导演是非常用心的，就买了一些快过期的奶，喝就可以喝了，不喝呢也不会太浪费。嗯、oh、好，就是一些他们要含住这个奶，看搞笑的表演，严肃到不至于把这个奶吐，不要喷奶，不要吐出来，他们要坚持不喷奶，这边呢要坚持搞笑。要让他们喷出来，就这样的，好吗？没问题。而且为了这个表演呢，大家都精心准备了节目，真的就真的像那种小学生会演一样。节目又好笑又认真，队长也要参与，好吗？好，演 moment 呀。好，接受吐奶测试的就是我们的宝宝很方队。不能浪费每一滴奶。哎呀，喝这么大一口呀、啊！哎，这一口奶喝一个节目都变酸奶了吧？哇、wow ！酸酸甜甜，就是我。那首先第一个节目是来自我们666队的，要有请我们的雨禾大队长，还有我们的张全蛋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少女时代 G。一个搞笑的节目你看哭了，这么严肃，你喝了、哎、那你喝了吧，喝了你要吐出来就会加到成绩里面。哎呦哇、哦、喝完了、哎、一热牙胎、哦、舌苔好重。好，两个女生是喷了的，天哪，我很心疼我们的 GoPro。 我也是，好看哎，你穿这条裤子蛋蛋，你平时尝试过这样的打扮吗？除了工装就是西装啊、有穿过，你也可以穿穿女装。我穿过古装。古装，今天尝试女装，好羞耻。就是他们的性别上哈分不出来，你们也许三个是女的，也许三个里两个是男的啊。雨禾他不用反串，他向来都是一个男的，然后我们两个是女的。对，我们两个反串了个女装。那其实这个节目呢演完下来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三位
最后阿瓜也没有忍住嘛，对，阿瓜也喷了，结尾的时候还是喷了，对，三个应该300分，三个一个加100分，所以你们的节目表演成功了就可以加300分，哇、yeah! 节目厉害啊。好了，这样你换一个队员了是吗？你刚才就是你们得力干将，对，把洪亮换过去，张洪亮，你平时忍得住笑吗？能忍得住啊，隔着他一下。啊，我不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因为他身上没有敏感的地方。哦，好拘谨啊。对啊。 OK， 请把奶喊住。请喝奶。No, 算了算了，请喝奶。佳佳请大家喝奶。佳佳不会喝奶。那么谁会喝奶？芳芳会喝奶。芳芳让芳芳的队员喝奶。芳芳的队员不会喝奶，他们会喷奶。好了好了好了，仔细欣赏节目 Action。 哇，这才是他、变了，跟神不一样了。我是富土康三号流水线的张全蛋，英文名叫 Michael Jack。 大家好，我是暴走小学政校级干部大队长陈蛋、告诉他们你今天为什么站在这个舞台上。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和我妈离婚了，然后我妈得了一种病，很罕见的病，叫做白雪公主病，搞得我要去街头卖唱给我母亲治病。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个舞台，我很不愿意展示的一个才艺就是唱歌，我怕现场的人会走掉一半，还是一副便秘的表情。你说你想要笑，偏偏注定要学熬，轻蔑了，爱惜了，我就问你笑不笑。他吐了一点不可描述在你身上，你替补我上去。那我继续上了啊。 OK。 你平时忍得住笑吗？能忍得住啊。我还没动呢。上去到你了。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还一笑而过。不错了，哇哇，他们真的是哦，掌声给他们，哇，非常厉害、哇，还身上真的还就是牺牲很大，喷的一身奶呀、对啊，哦，小蜜蜂，这是谁的奶？是吗？啊，谁吐的奶？黎黎吐的，黎黎的，一秒变成挤奶工，哇，小蜜蜂说的好好哦，其实你我这不是小蜜蜂，是大富翁了啦。阿瓜，你为什么一直能够忍住的原因是什么？一看就是有故事的。我觉得我憋得住，就是没使劲用我的意念来控制我不喷奶。我就看到两边的队友意志力都松懈了，我不行，我还要紧绷着我的弦不喷不奶。对，我一定要不让他们得这100分。对，啊，这一次阿瓜在宝宝很方队立功了。除了你之外呢，其他三个人都已经把这个奶喷出来了，所以刘维队也就是666队再加300分。好，现在交换场地了。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严肃忍住不吐奶的这一边，666队。那这边呢，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相当精彩。我刚才我偷瞄了一下他们的装扮，我就已经想笑了啊！这两个人真的疯了，真的已经到 crazy， 他们真的是活出真我了，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在哪儿？请他们出来，好不好？好，请出来，大家就会笑的。真的吗？来，掌声欢迎我可爱的芳芳宝宝和
阿瓜来有请。朋友们你们好，乡亲们你们好，祝你们晚安四足赢。我的天哪，太吓人了，就是本期你要逆天的节奏吗？你担不担心被封杀啊？今天我们两姐妹为大家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叫做风流妹撩老司机。只有你们两个妹妹啊？对啊，我们现在缺个老司机，你们谁来帮我们演演？小天，嘉哥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演了一段了，你呢出道比我早，是我的前辈，让嘉哥来演好不好？大家鼓掌。哇，老司机，他们看中了我老。对，我心里很不开心。宝宝不开心了。对啊，宝宝不，蛋蛋他们看中了我老。嗯，那你跟我说干嘛？那我就不跟你说了。那我就来吧。憨豆先生来了。我想想我说说我有话的说，我的妈呀，我们就全吐了。我的妈呀，我不敢相信一个撩我的小妹妹最后变成个男孩出现了。而且我觉得啊，他有点憨豆先生的意思。谁？真的，我是嘉哥的感觉。嘉哥的表演，对啊，表情极其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好玩。你嫌弃他们已经嫌弃到了一种地步，你知道吗？是啊，你都吐了，真的好吓人。他一过来，因为老司机他还没有，就是突然看到漂亮的女生，他是会害怕的。嗯，然后再看到这个怪物，我怎么了嘛？我那么美，你还别说你们吐奶了，你都要吐了，胆汁儿都吐出来了，知道吗？好，完了之后他们又继续聊我。老司机后来又有点兴趣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有层次的故事。而且他特别过分，你知道吗？他戴着假发上我们这里甩甩甩，还把头发甩掉了，好吓人。我想的是很性感的，没想到这个假发有点松就甩掉了。我想的是很正常的，给你们来一双。什么？你想象自己很性感？你一定是没照过镜子吧？我才是真正的性感。一个镰刀筋跟拖把筋的故事，这个画面不敢想象。哎，你们根本不需要老司机这一段，你们刚刚走秀这一段，他们应该会喷死。我还告诉你们个秘密，你们不要以为这身衣服很华丽、很好看。我浑身都被这些首饰割出了伤。真的，我跟你互，你看，你给我看，我跟你互动的时候，你看，哦，真的，他们不是首饰，是兵器。他反而在这个角色里，就是这个表演里面是内敛的那个妹妹。对，没想到这个姐姐她是妹妹，这姐姐我们是风流妹撩老司机。好了，可以了。好了，小天看完可以吗？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队的成绩，你们四个全吐了。耶，宝宝好棒哎！哎，齐，阿丽丽，阿丽丽，阿丽阿丽丽。干嘛能跟他们一起跳呢？要不你来一个啊，来个司机。我啊，可是我不老啊。
嘉爷，我觉得他说错话，你可以再给我们队加一分。我现在不想主持了，你们随便主持。下车了吗？别，不是滴滴打车吗？月亮走，我也走。来看下一个表演。月亮走，我也走，滴滴送你到家门口。本节目用的都是快过期的牛奶，所以不要说我们浪费。谢谢网友们，不要把我们黑出翔，请喝奶。接下来是我们压轴的节目了，不是，是我们，是你们这对压轴的节目。啊、只有两个人是吗？这组？他演的是什么东西？好棒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我是 S 莎莎，我是 H， 我是 E，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还让他录？不录，走。认真，你们就输了。所谓刚才是诠释了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画蛇。脚摔多好啊！他蹦着蹦着踩着自己的尾巴了，一条鱼踩着自己的尾巴摔倒了。哎，作为一条鱼，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踩着自己的尾巴疼不疼啊？有点麻。掌声给他们鼓励。好，谢。好了，我们来听一下小天儿。第一个，这个辽宁的老乡出来嘛，是吧？第二个那个女孩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第三个呢，最亮点就是我这个弟弟。这个节目非常有层次感。好，听着吧。OK， 谢谢小天。所以大队长嘴巴里面还有奶吗？还剩了一点点。还有奶，关怎么办？他嘴里还有。哎呀，不要看。他嘴里还有奶怎么办？这样。上。这条鱼疯了。还有吗？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的成绩是加400分。谢，小妹好，美好，好，这里还有一位，没吐，他一直没吐是吧？你一直没吐，那你现在可以吐了，你有本事喝下去，你有本事开嘴，哇，减100分。方嘉译队第一轮是400，第二轮是300，一共获得700分。
两队集合，我们宣布成绩。今天节目非常精彩，太棒了。其实有时候呢，大家看一些短视频，看一些段子的时候，可能会提供一些笑料啊什么的，是的，所以我们也用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提供更，谢谢，提供更多的生活的趣味性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分享。谢谢。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赛，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小天的口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成绩。 Ladies Gentlemen， 最后的成绩会怎么样呢？请看大屏幕。啊！哇！棒棒好棒棒，赢了！阿里里阿里里阿里阿里里，722-634，宝宝很棒队获得胜利。这个滴滴的100万的今天的红包呢，就是由这四位朋友一起来送出的，来大家抢红包喽！100万给你们！再次掌声，谢谢小天儿。谢谢。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放肆去美丽美妆 CS 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点击屏幕下方店铺或在淘宝直接搜索放肆去美丽，就可以直接购买到 CS 的美妆产品。本节目首席合作伙伴六种乳酸菌发酵的小样小乳酸，我是小样，我就这样好喝不一样。本节目由非一般的感觉特步运动时尚独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一口营养动起美味早康枸杞果冻美图拍照手机美图 M6 自拍大明星以及专业的苹果手机上门维修服务乐乐哒联合赞助播出。我们要特别感谢本期百万红包是由滴滴接到家门口美国月球都能走的滴滴出行独家提供。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偶像。